顶流明星是不可能有真心朋友的。请问这位小姐真的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呢？我们真的没做什么。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桃色新闻、舆论攻击对象大多数都是女孩子吗？这都不是事实啊！他们只需要博眼球，不需要真相。这件事情我会去查的。你要怎么处理？出了事情要你处理，还要我经纪人干什么？不许动他。 但如果这件事情被曝光了，顶流有志奇就在娱乐圈查无此人了。如果非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，我来承担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真喜欢那姑娘了？那正好，绑在一起 CP， 多好的事儿啊！那个女孩的未来，星途惨淡，未来一身黑料。你是她什么人呢？不管我是她什么人，你不要用你那套惯用的手法用在她身上，你这个恶人！